我生在1942年。其实在那个时候电影已经诞生了几十年了。但是在50年代、60年代，电影成为了整个地球最有力的一个艺术工具和上学是在50年代初开始上小学，那个时候中国成了社会主义，而且受苏联影响很大。列宁说过，在一切电影、一切艺术工具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宣传。所以我也在，但是我其实从少年时期就电影和戏剧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第一志愿是电影学院，第二就是戏剧学院，考上哪个就做哪个，结果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应该讲，除了电影以外，影响最大的是，一个是戏剧，一个是文学。因为我从初高中起就开始看戏，而且我们也拍话剧，所以对无论是中国的戏剧还是欧洲的，像莫里埃呀、莎士比亚呀、伊普森都影响很大。当我进了电影学院要学导演，就不光是戏剧了，也对音乐、美术、文学都就开始学。但是学校非常强调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学习，所以像北京 Opera 等等，就我们看了很多。应该是拍摄和后期，就是准备时期，因为非常漫长，是就最有意思的是拍摄，嗯。排的，尤其我实际是排电影并不多，因为我主要在教书，所以我都要排一些特别有趣吸引我的东西，特别是要到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像我的电影到过蒙古，到过西藏，到过新疆，到过一些风光最美丽的，而且那里的生活的人跟我们有很大区别。这个因为我拍的电影就是少数民族特别多，就是去过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其实我没有什么没去过的了，现在我还是其实是想拍一些我们经历过的重要时段，比如说文革的电影我特别想拍，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时期以后有些时间，首先我现在最近在把我父亲我母亲的留下的文字包括家书包括日记正在整理，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意义。至于我自己要等我把这些做完以后再开始想一想。讲课讲了有50年，所以很多讲课的讲稿还是可以把它写出来，包括我这些电影的一些创作的笔记。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也许再过5年、10年我再做。因为我经常给学生讲，学习电影制作就是第一个是看电影，第二是拍电影。那么他们必须要看100多年来全世界人留下的好的东西。所以在学校或者是在一些城市里，要是给青年人提供能够看古今中外的这些好作品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太大的商业性，所以经常尤其在现在的中国就没有地方看得到。
年轻人也不了解这些，这是需要，所以我非常欣赏你们这个叫印第安大学的电影院。我在中国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号召就是现在文学音乐很多经典的东西都在中学小学当课堂课本，那么现在经典影片也应该进入小学和中学的课堂，很多人都很赞同，也正在努力。这个 if 就是假如，这是只是一种想象。我其就人呢，还是跟社会历史命运安排的。其实我在上大学的之前，国家曾经让我去到苏联留学，但是没有电影，我当时就只选择了文学和历史。如果当时去了，我就该人生就不是今天了。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其实选择那边去做。如果你是有创造性，你还会很享受，你也会有成果，所以，现在选择了电影和教书，我已经过得我觉得很满意。